鼠王芬胆拖琼枝，西环有情义。我觉得咧，大家一定要撇除成见，同埋个有色眼镜。我哋每一票都系市民个工作嘅认同，希望咧大家支持。有冇配票啊？咁其实就系有冇人帮你啊？冇呢一样嘢。哦，系啊。但系我哋寻日喺九龙塘发现呢位西环契女嘅助选团派嘅单张，竟然就夹住呢张嘅。冇钱啫，做义工嘅啫，大哥你好好好咁好都要。哦系啊，咁但系点解又派梁美芬又派李慧琼嘅？系边个团队噶？你哋系？系嗱，你睇啦，自己睇住啦，我都唔帮边个都唔知，梗有啲嘢啦。佢仲话民建联喺九西嘅助选团亦有同事派阿梁美芬啲单张噶。其实上届已经有传停止过票俾鼠王，系估唔到今届仲 friend 到 share 埋助选团，晴子、鼠芬加埋阿云姨组成保皇三女档啫。某一个呢、这个投票者咧，咁佢又都系识得其他团体一啲人，咁啊拉下拉下拉下，咁啊就咁咯。唉，问到口哑哑咁，都系唔阻你告急啦。睇翻啲真系急噶啦。上届仅仅争2600几票，输俾阿鼠王嘅佢，寻日踩埋落人哋地头黄布度拉票。阿梁振英寻日喺度话：，撤销啊个限期嘅什么？我话知你撤销3年、5年，因为10年，香港一日冇普选，你有呢个咁样嘅中国模式嘅国民教育，你事实系洗脑嘅咯。同样打住反洗脑排头嘅，仲有佢。如果教育局唔肯撤销呢个指引咧，我系会提出要求佢下台嘅，吴克俭。甚至我哋会提出不信任动议咯。佢话自己民调浮浮沉沉，所以就算有张文光台桥，都唔敢咁老定啊。唉，但系谭国桥仲惨啦，唔系讲佢对住咁多女人啊。佢一早就急到爆，选唔到随时亡党噶嘛。而家我有担心就系有啲街坊觉得我哋喺呢边系个实力好强，而佢系轻率或者唔记得出去投票咧，咁啊随时都会有机会落选。所以佢寻日大部分时间留翻喺票仓深水埗度沽票，数嚟数去好似少紧个咁啊。系啊，民调一直领先嘅郁文系寻日朝抱瓜头，之后就去咗其他区帮手拉票啦。选民见到林依礼嘅时间，可能仲多过佢啊！